图集卢广仲单身六年，小 S 勸多练手指功夫。卢广仲春季巡回演唱会，特别嘉宾找来小 S 助阵，小 S 逗趣要卢广仲多练练指功。图记者叶整勋社，20001804.14。卢广仲今14日举办春季巡回演唱会台北场，特别嘉宾邀请到他的女神小 S， 两个人的互动超级逗趣。小 S 唱一唱，貌似因为太感性就在台上哭了。卢广仲在一旁直说：“姐，你哭了吗？”笑翻众人。而因为小 S 喜欢喝酒，卢广仲也特地准备了白兰地，两人就在台上把两杯白兰地前掉了。除此之外，小 S 还问卢广仲单身六年，如果有生理需求怎么办？卢广仲就说多练吉他。小 S 马上接多练手指功夫很重要，台下粉丝笑成一片。